大保健八卦天天见。吴孟达和周星驰可谓是香港娱乐圈的黄金搭档，两人搭档为观众提供了很多经典的爆笑作品，给观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不过自从少林足球之后，两个人就再也没有合作过。虽然周星驰依然还是拍了几部大作，但是都没有了达叔的身影。当年叱咤风云的一对黄金搭档似乎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解散了，甚至有传言说周星驰与吴孟达之间因为片酬的缘故老死不相往来。不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，吴孟达却并没有表现出多少仇恨的感觉。被主持人问到在之后会不会和周星驰合作的时候，吴孟达很郑重地说道，只要我不死，他还没有退休，我们还是会合作。当主持人问到达叔为什么如此的肯定时，吴孟达只是淡定地说道，这天下都是这个样子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的。而说起当年两人的合作事故，吴孟达也给出了解释。本来吴孟达已经答应参加《功夫》的拍摄，当时答应的档期是5到7月份，不过当时非典爆发，这部剧无法正常开拍，最后延后到了8月才开始。而吴孟达那个时候的档期早已经签给了别的剧组，最终也遗憾无法出场。娱乐大保健，八卦天天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映雪。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节目娱乐大保健，那就请多多评论点赞，也可以点击下方的关注订阅我们，下次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们更新啦。我们老板说了，只要你们多多评论点赞一次，我的工资就可以涨1分钱，1分钱了。各位大佬们，祝你们天天开心。